你们昨天文艺部找咋样啊？有没有像我这么优秀的人？不错的倒有几个，像你这么优秀的，确实没有。喂，喂，喂，啊？你咋了？你刚说啥？你瞅你那样，你咋今天这么没活力呢？啊？ 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有很多漂亮的学妹，让你有了强大的危机感。电话怎么还没发我？我上课忘，没事儿，既然人都在这儿了，不用你了。你手机借我一下。你要打电话吗？别废话，赶紧给我。 我把我手机存上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老公了。